来玩这款游戏《八荒妖兽传》，逍遥、石妹子、光头，还是妹子？哦，这游戏的妹子还真多哎！是转职卡、哦，墨家的，可以抢先体验吗？啊，算了啦，那玩这个吧，定制细节。哎呦，塑胶脸。发色黑色，好啦，就这样子吧。开始了哦，免洗世界来了。悟性很关键，资质越佳则境界提升越快，切记。好几个啊、哦，好几个人机跟着跑出去了。这款一样经典的。免洗恩人哦。咦，这秘法给你，要专心修行哦。啊，我们弯的视角可以看到。白狐误入了长寿师兄布置的金妖祭坛，快用刚学的秘法救救他吧。那白狐的师上，不知道之前叫什么名字啊？却被我这祭坛禁了。祭妖魄似乎不在体内，这许是一桩大机缘，快去一探究竟。啊 ，BOSS 人嘞！哇，看不到人嘞！真笑哎、欸，哼，这么被打败了。立即装备，立即装备。然后这是什么？认主。这画面是什么啊？这画面好废哦。但画面怎么破掉了？上千零元购买，原来是一款失败的免洗游戏。好了，不然我删掉好了，大家拜拜。哎、欸，还在啊？没有了，不见了。好了，我要删游戏了。